困于野外的人会经常面临爬山崖没有梯子的困境。今天教大家用一个结解决这个问题。梯子不好找，两根绳子还是容易找的。这个结就用到两根绳子。这个结呢，开头、中间、结尾都是一样的打法。先用一根绳子，绕过另外一根，调整好长和宽度的距离，再把绳子折过去，黄色这根开始绕，到合适位置，就是你的脚够长，或者是两边的线一样长的时候，我们就把绕的这根线穿在这个线圈里面穿进去，把这一边拉紧，把两边拉紧，这个就形成了可以踩脚的地方。这个呢叫做软梯结。遇到悬崖峭壁的话，用这样的绳子编一个梯子还是非常实用的。如果你觉得不是很安全的话，也可以加上一根小棍棒编起来，这样会更结实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想学习更多和手工有关